是公司给你们发的季度奖吗？是的，老板。发了多少呀？发了1000。1000？对呀，就是1000。不是20000块吗？20000？哪有20000啊？明明就1000块钱，你拽我干什么？行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张总，您找我？公司的季度奖不是20000吗？那1000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张总，之前的工资预算呢做错了，我看这些底层员工呢对公司也没什么贡献，所以我想，哎，那就快算了吧。算了，这些员工在这么冷的天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，你居然说他们没有贡献，你赶快给我补回来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老板，这次的季度奖我可不可以不要呀？怎么了？小玲，这是你们今年的季度奖，今年的工资别想要了。李经理，这次的季度奖我可不可以不要呀？你说不要就不要呀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被老板骂吗？一身的臭汗味儿。这个钱是公司给你的奖金，也是你应得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还有，既然拿着奖金了，就赶快回家陪陪老婆孩子吧。哎哎。喂，李经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上班了，拿上你的东西，马上给我滚。